是啊，是很无聊的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要入这间东西看一看究竟有没有左显记。传闻呢，左显记呢已经未必可以在各大的超级市场买到。那我就为了这件事去求证一下，去证实一下这件事的传闻究竟是属真属假。看看先，这里应该不是啦，应该下一行。我入嚟呢度睇睇先，啊，应该系再落少少。呢边呢边呢边，各位兄弟跟住嚟，我望下先。喂，真系见唔到喎。真的沒有，它所有全線系列好像落了架，不論是什麼 XO 醬啊、勁辣那些啊，沒有啊。那我相信是全民的熟實啊，大家見不到啦，是吧？各位兄弟應該見不到啦。那如果喜歡吃左顯記那些呢，就要走到去一啲貴價嘅超級市場。我尋日去過 Taste， 我尋日去過 Taste， 咁佢哋有得賣嘅，但超貴咯。冇啦，呢度冇，再講，再講。